林郑月娥出席一项十大港民选举活动的时候，选出南丫岛海难为今年最难忘的新闻。他认为要由事件入边吸取教训，相信调查委员会可以找出真相。行政长官在事发当日已经第二日他出来做记者招待会的时候，已经率先公布会成立一个法定的独立的调查委员会，希望能够找出这件特大事故的成因，以一个很彻底很公开的调查方式来到去看看究竟我们海上的安全，我们的规管是不是出了一些问题，还有最重要的是吸取教训，提出建议，希望能够防止到类似事件的发生。林郑月娥话对海难深感震撼同埋哀痛，自己亦都有亲身到医院探望伤者，到殓房慰问死者家属，同埋出席死者丧礼，并代表政府向死者致以深切哀悼，希望死者家属能够抚平哀痛，重新上路。香港寬頻电视记者陈永山报道。